是非，前尘暗藏血泪，一别经年难追，道不尽真实原委。命运辗转迂回，生死祸福相随，执念难消，损真虚伪，任风吹，风雨飘摇，一心不悔，用一生奉陪，至少有你同行同悲，揭开宿命一望无畏，一场梦回，山河明媚，只守与君归，思想来回心不着尘灰。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去头屑用雨洁，去头屑用雨洁，雨洁洗发水，带您进入正片内容。停，大哥令，夫人吩咐过，来了之后要把所有的灯都熄灭，您看。灭了。熄灯。大哥令，您小心台阶。大哥令，大哥令，大哥令，严淑丽带着一个陌生男子去了我的寝室，让我们在这儿等。韩郎君，你这段日子都躲哪儿去了？你怎么这就要走了？韩世远，世远跑了。确定这人是韩世远？是他，那天他就是这么跑的，穿的就是这身衣服，一模一样。对，一模一样。那天你被明堂火光所惊，再加上东明西暗，人往西走，那天你根本没有看清楚他的正脸。不是他，可是刚刚明明是他呀，那天也是他。刚刚屋子里的不是他，那天也不是他，而是他的影子。当日兰贵州借影子伪造了韩世元还在屋内的假象，之后他装扮成韩世元出门向西而去，恰好碰见东面的明堂失火，产生了巨大的光亮，明堂走水了，分散了注意力，以至于造成目击学子误以为他就是韩世元。你这是妄自揣测，五月初七世元明明就在屋里，然后出门向西去了。问题就在于无论是你还是屋外目击的这位学子都表示只有韩世元一个人出了门，你在屋内，屋里有灯，里明外暗的情况下，你又是怎么看到韩世元往西去了？严书里说的是，这屋里亮灯确实看不到外面。至于为什么要伪造五月初七夜里韩世元还在弘文馆，那就要问问他的这位好同屋了。带走。学子们都散了吧。阿潘，今日真是多谢你了。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这个阿潘到底是谁啊？我看夫人和他笑语盈盈的，倒像是老相识了。严淑丽，今日在下还有事，便不做久留了。你这就要走了？我都还没来得及跟你好好道谢呢。有缘自会相见，以后若有事随时来鬼市找我。一言为定。是吗？是啊，夫人在府里可从来没有这么开怀过。今日真是多亏了阿潘，案情才能顺利告破。
你们去内卫府不带我吗？还没审讯呢。自己想办法。又发什么疯？大哥领，查过了，那个阿潘叫潘池，在江南破过几桩疑案。大哥领，现在开始审吗？你们要问就问，要审就审，闭嘴。夫人，审的怎么样？夫人，你可算来了，就等你了。爬都该爬来了，还不开审？你以为韩世元私奔后不会再出现，便伪造他在场，将杀人嫌疑栽赃给他？是，是啊，世元明明说初六夜里就跟爱人私奔，我没有要害世元，我知道他要走，我只是想借他的名头。但这好像不是你的杀人动机吧？你句句围绕韩世元，却只字不提那个被你杀了的学子。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杀人。他有什么好提的？他弄坏了我的诗集，他不该死吗？就因为他弄坏了你的诗集，就杀害了自己的同窗？那本诗集对我很重要。世元是我唯一的朋友。说了说了，怎么怎么了？自从世元跟严三娘在一起之后，我熬了好多个通宵，超疼的那本诗集是我送给世元的礼物。我的诗集不就是本抄的破诗集？你以为你是潘胭脂吗？以为这破诗集真的会有人当宝一样喜欢吗？一沓废纸。我的诗集。你杀人又故意栽赃给韩世元，其实你心底盼着他听到消息回来。韩世元回到湘安后就失踪了，你是不是见过他？你把韩世元藏在哪儿了？废弃的酒坊库房里，这兰贵州平日竟在此处虐杀动物，他内心如此扭曲，怪不得会因为一本诗集就产生了杀人的恶念。这韩世元又被人抢先劫走了。是内卫府的信号，芙蓉园方向。沈渡，你就不能让我好好在马上坐着吗？这。
熟。景林，我腿有点麻了，你扶我一下。嘴那么硬，以后就少逞能。景林，嗯，去救人！我三姐在上面呢，你快让那位去灭火救人。案情有异，不得妄动。你白无常可以无视人命，我不行。你不救我去救？别过去！小心！朝生暮死，不入轮回，不死轮回。天下之耳，我陈火娥，归来兮。陈火娥，五年前的连环杀人凶手，他不是在五年前就当众自枪了吗？人死不能复生，如此故弄玄虚，见不得光，想必是掩人耳目罢了。竟有人面对我重生的涅槃大阵还能如此冷静自持，不愧是白无常啊。可惜即便你是勾魂的无常鬼差，也阻挡不了我陈火娥涅槃重生。那我就驱了你这恶鬼，重回地狱。大哥林，杨长侍在此，那看来今夜是永安公主要过问此事了。
可太皇太后身边的牵牛卫也一同出手，倒叫沈某有些看不明白了。这英王殿下指令我救下韩郎君，其余的奴婢也不知晓。大哥领，杨长史，方才就有人心急唐突了，没有耽误你们正事吧？怪不得能调动御前佩刀的牵牛卫，原来是太皇太后身边的红人张侍郎。世元，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有没有受伤？你没事吧？罢了罢了，你人没事就行。你一定要记住，以后一定要小心，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啊。沈阁令，今日事出反常，还好有你在，日后得让内卫府的人多加操心此事，一定要抓到幕后指使之人，以绝后患。此事本就是我内卫府负责，若不是二位心急，凶手早已伏法。情急之下，多有冒犯，望大阁领海涵。哼，这陈火娥重新现世之事多有古怪，缉凶之事还得仰仗大阁领了。宝环还得回宫伴驾，先告辞了。韩世元，殿下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只要韩郎愿意，殿下的心意并未改变。韩世元，今晚之事你可有想要说的？我一概不知。洪文馆学子遇害案，六娘已经替你洗脱了嫌疑，今夜你与严采薇是受害人，如果没有什么想说的，就赶紧带她回严府养伤吧。你这个三姐夫，竟然与永安公主还有张宝环都关系匪浅，真是令人意外啊。是啊，韩世元显然跟张宝环早就熟识，跟永安公主也颇有渊源。可是他们救了他，他却丝毫不领情，还恨不得装作不认识，这其中必有缘故。但是我三姐看上去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过为难你三姐。方才是我莽撞了。一会儿我要去刑部查卷宗，你可要一同前往？哦，去，去。
来，兄弟们，这里边摆两个，然后这儿再摆两个，门口两个位置都摆两个，灯笼之间都对齐啊。给大哥领上好料。撤。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摆这么多火烛都不要钱呢。找到了，5年前恶女陈火娥多地作案，连续杀害了50多名女子，而死去的女子背后都发现了一枚被火焚烧的巨大飞蛾烙印，一时之间举国恐慌，各家有女子者皆闭门不出，最终恶贯满盈的陈火娥被御茶司抓获，竟然是个面容丑陋的妇人。她狂妄声称自己懂死而复生的秘法，终将归来。陈火娥在缉捕现场拔剑自断心脉而死，临终之前还留下了一句话：“飞蛾扑火，朝生暮死，不入轮回，不死轮回。”飞蛾扑火，朝生暮死，不入轮回，不死轮回。唐大夫人。这两个案子从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法没有一丝相似的地方，但是单从案情来看，这两个案子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是个团伙作案。无论是唐大夫人杀人埋尸，还是5年前陈火娥多地凶杀，亦或者是今晚的故弄玄虚涅槃布局，这都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这不是简单的团伙作案，就拿今晚之事来看，背后的关系错综复杂，恐怕这个陈火娥也只是个替罪羊罢了。那今晚的陈火娥跟5年前伏法的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呢？不管是不是一个人，5年前的陈火娥在犯案之后消失，那就说明背后之人已经不需要他了，而5年之后陈火娥再次出现，就说明这个背后之人又有需求了。是啊，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这背后错综复杂，稍有不慎便可酿成大祸。阿娘，后院的夜香花开了，我便摘了一束给您带过来。如今您一个人在那边，是不是觉得很孤独啊？不如我唱首歌给您听吧。还记得小时候您唱来伴我入眠那首歌吗？莫浪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在墓地唱童谣，月黑风高倒是别有一番风趣。是你啊，鬼迷兄，我见过你。
我之前来探望我娘亲的时候，我常常在这附近看见你。你也有亲朋在这附近吗？是啊，我母亲就葬在这附近。哦，嗯，我竟不知这附近还有哪个家族的墓葬。襄安城附近的风水宝地，自然被高门贵族和富豪人家买下做了阴宅。无名小鬼只能蜷缩在墓地边陲角落，求一窟地下栖息之所。这块墓地是我爹爹花了很多钱才买下的，确实是很大很气派，可是我知道我阿娘她也并不想孤孤单单一个人在这儿，她也一定希望多交些朋友，所以我猜我阿娘和鬼面兄的阿娘一定已经成为好邻居好朋友了。好朋友啊，你倒是有些不同。嗯，你为何戴上面具啊？是因为脸上受伤了吗？我从出生脸上就有丑陋的胎记，形状可怖，看见过我脸的人都会被吓得噩梦连连。你想看吗？我等会儿，我做个心理准备，你等我数五个数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嗯，鬼面兄，啊，这就走了？你的手还没有上药，我让沈老管家把府中的各种上药都拿了过来，看看哪种最适合治这个药伤。怎么这么严重？小狗咬的，不碍事。沈老管家说有种红色的药，牙牙之前用过，被牙牙咬伤跟被我咬伤应该差不多。是啊，之前牙牙是被一条疯狗咬的，的确差不多。Thank you.
这就是你道歉的方式。我道什么歉啊？你自己话说不清楚，让人误会。再说了，你受伤一晚上都不知道让锦灵包扎一下吗？还非得等我吗？我，虽是救人，也得注意分寸呢。刚才这一箭若是再偏上一寸，此人必死无疑啊！爹爹，儿子不会射偏的，还要留下活口以便审讯呢。在下沈度，你还好吗？如今的你，还是我记忆中那个神兵天将的少年。谁？严姓。这样啊？你故意的吧？当然不是。洗掉。长夜未央，月色映西窗，你眼中藏匿着星光，一触碰心恍若烛影摇了又晃，越在意的越深深隐藏，叶落泛黄，思念又浅航，岁月像诗章，浪漫也忧伤，两颗心在朝暮之间碰撞，拥抱来的猝不及防，想和你对影成双，想把你留在我身旁。哎，你乖乖的，别乱动。想要做你的月光，陪你到每一个天亮。我多想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想和你对影成双，想和你两两不相忘，云和海总有交汇的地方，想陪你地久天长，等青丝到白发苍苍，这一生只把你放在我心上。大人，哟，来来来来来，六娘六娘，
坐这儿喝点茶，聊会儿天。又有我的什么新传闻了？哪儿有啊，哪儿有，没有什么传闻。师傅大人，只不过呢，是我们大家呢一致赞同，咱们刑部出了个母夜叉，而且这个母夜叉极其的厉害，他敢对白无常吼三吼。可惜呀，到后来还是被白无常倒挂在马上，留下失踪。这女子啊，还是要温良恭俭让才好。陆锤锤，哎，啊，你又迟到，迟到你还丧眉大眼呢？你昨天干什么去了？没干什么。哼，像什么样子？冯贵，哎，哎，大人，昨晚程火娥死而复生了，啊？内卫府大格林一早上派人送了卷宗过来，意思这个案子呢……啊，进来的时候，这个负责收阅卷宗的季方明把这个给我了，说是万宁县递上来的案子。万宁县宣平坊发生了杀人案，死者是此前辞官还乡的官员陈守杰的夫人。可死了个女的大惊小怪的。无主是此言，莫非只有男人的生死才是大事，女人的性命便不值得被重视了吗？嗯。哎哎哎，我说什么了啊？这是嫁到了沈府，脾气见长啊。好，当我没说。冯贵，那就安排医疗人查查。大人，大人，大人，这仵作的报告写着，死者应死于昨夜，肩膀上出现了浴火的巨大飞蛾，跟五年前陈火娥杀人案那些死者身上的一模一样。又是陈火娥。吴主事，还请让我参与调查此案。此事既然和陈火娥死而复生一案有关，理应就由内卫府一并处理。哎，没错。我们刑部插一句，不合适。哎，对对对对，不合适不合适。大格岭虽然是你的夫君，但是你在沈府也就是个挨打的份儿。白无常断案的不会带上你，不会。忠诚大人到，拜见来忠诚。来忠诚。白无常不愿带，黑罗刹倒是很想邀请严淑丽一同协助调查。吴主事，五年前便是莱某负责查办陈火娥一案。严六娘的查案手段，莱某早有领教。此次既然也对陈火娥一案有兴趣，不如就此来我御茶司就职，助我缉拿真凶如何？多谢来大人抬爱，下官乃刑部小小书吏，只希望未来可以参加女官选拔，考取书令使之职，并没有改换衙门的打算。既然沈夫人敬酒不吃，那就来日再聚。来忠诚慢走。停车。英王殿下万安。
韩郎，你我也有些日子没见了，今日偶遇，却仍打算躲着我吗？草民不敢。韩郎，你这是干什么？起身回话。幽王殿下，我不顾一介草民，怕污了公主的眼。韩郎，这是哪里的话？感情的事情自是不能勉强。既然你心中已有了所属之人，本宫自是会成人之美。草民多谢公主大恩。走吧。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看今夜星辰，梦回旧时分，一双人早已生根。注定前的情人心思莫问，情丝相连一生一世长存，借晚风口吻诉爱的情深，此生有了惦念的人。一往情深，你是我认定的人。秋月春风，一生只愿你一人。你的掌纹，你的眼神，我们的爱在升温。一往情深，你是我认定的人。秋月春风，一生只愿你一人。你的掌纹，你的眼神，我们的爱在升温。相拥对爱多么认真，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我和你永不离分。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因为你是我的责任。